He's a lead vocal. His personality is humorous. 模仿苹果创办人贾伯斯产品发表会的形式，介绍重量级新人团体，由金曲歌王萧敬腾领军的狮子合唱团。原本都是躲在乐谱后面为天王天后伴奏的各个音乐人，现在要升到幕前。主持人黄子佼还坚持要全英文访问，让他们的心情更加紧张。不遗余力的呈现给大家。什么？什么？不遗余力。哦，不遗余力啊。对，不遗余力。他刚刚讲什么？不遗余力啊。不遗余力。不遗余力。是、啊。对不对？你刚刚讲不遗不，你刚刚讲不无遗力。哎。请来同门师弟 Special 的陈翔出演第二首新歌 MV。甩开偶像包袱，饰演一名渐冻症患者，和女主角共同诠释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对于陈翔动容的演出，词曲创作人萧敬腾大为夸赞，拍摄时还不禁红了眼眶。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，老萧？好想大哭一场，想大哭哦。从歌手晋升为乐团主唱，萧敬腾透露，他原本就想以乐团形式出道，等了8年终于圆梦。几乎包办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，希望能多加尝试不同于之前的摇滚曲风。萧敬腾可能大家心目中会有印象中的摇滚，比如说王菲、王子的心意，其他等等的摇滚歌，但是那个歌呢其实还是比较偏向流行的元素多一点。对，那么狮子的音乐呢摇滚的精神多一点。